由 Cinemart 制作，每天在 RTI 播出的印尼肥皂剧音乐喜剧的名称是 Anakjalanan， 英文为 Street Kids。 Anakjalanan 英语 Street Kids 是一部印尼肥皂剧音乐喜剧，由 Cinemart 制作，每天在 RTI 播出。肥皂剧的第一集于2018年1月15日播出，最后一集于2018年6月29日播出。由 Cinemart 制作并在 RTI 每日播出的印尼肥皂剧音乐喜剧剧 Anakjalanan 英语 Street Kids 属于音乐喜剧剧类型，由 Cinemart 制作 RTI 每日播出的印尼肥皂剧音乐喜剧 Anakjalanan 英语 Street Kids 的主要人物如下。一 Aditya。 Aditya 是故事的主角，他是个孤儿，和朋友一起流落街头。 Aditya 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家，梦想成为一位著名歌手。二，艾利亚，艾利亚是阿迪亚最好的朋友，